我们中天新闻的每一位都是很好的，这个请各位相信我们中天新闻台每一个同仁，大家都真的很用心。中天加油！我想从十月中旬，罗志强先生他就讲中天关闭了，到现在多久？两个月不到。各位，如果今天一个穷极罪恶的犯了罪，上了军事法庭，开了庭，判死刑到执行死刑，要多久啊？有这么快吗？各位讲，我们中天新闻的每一位都是很好的。二十几年来，他们没有犯过什么大错。有一些呢，甚至我们是从外面挖进来的高材生，他们到别台都没有犯那么多错，就到中天犯了那么多错。这个合理吗？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你们的一份荣耀，对不对？需不需要？需要。需要。以后呢，你们就是什么网红啊？网红啊！转型重生，你们打赛。我想，这一次我们的公司啊。然后我们一刚去那个听证会，就开过一次庭就判死刑了。我们在座的这些都是我们都是媒体集团的最高级主管，是不是？我们每次在开会的时候，在谈的都是怎么让台湾的未来更好，怎么样两岸的民间交流更好，不要互相仇视。中天五十二台就结束了，但是我们走到另一个台，大家呢也不用每一个中天新闻人，这不是悲伤啊，这是有机会让我们再重生啊。我们要做的事情就绝对是为了台湾，为了更好。我下面某电脑没有私人。这个请各位相信我们中天新闻台每一个同仁，大家都真的很用心，而且因为做到了真正的第四权，所以会有这个结果。担心未来绝对会有，请加油。